我是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件，杀人，单纯的杀人。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环境一定会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。这个人对我有一种变态的关注。 完美主义者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里，你抓不到我的人，像是狼人的父亲。你是谁？你是我的作品。